半中国，中国，所以我来学习现在中国很开心。我第一次学中文的时候，我的年纪大概40左右。以前一个单词都不知道，所以如果有人要学习华语，比如说英语，对吧？汉语，我可以英语、日语，我会中文嘛？我会嘛？会。谢谢。我会中文，还有我是韩国人，我会韩语，对吧？是。我这里学习学过3个华语。 所以以后我才知道的啊，学华语怎么学习最快、最容易啊，这样的。所以如果要学习汉语的学生有的话，对吧？中国人有的话，我尽量帮他们更容易学习汉语，明白吧？啊，今天认识你很高兴。